各位，今时今日咧，你仲可以自由咁上网，但系而家有，唔代表永远都有。虚拟私人网络 VPN 咧，系今日上网嘅必备工具嚟噶。嗱，介绍翻我用开嘅 NordVPN 啦，吓佢可以保护你嘅私隐咧，隐藏你嘅身份。NordVPN 喺全世界咧60个国家，总共有5400个 service 伺服器，冇人可以追踪到你喺边度上网。亦都唔会影响你上网嘅速度。一个户口咧，全家大细可以6个设备一齐使用嘅。嗱，用底下呢个网址，关键词系 SAMNGX， 你就可以攞到好大嘅折扣。订购2年，最平咧系港币32蚊一个月，仲有一个月免费添。30日内唔满意嘅咧，可以全数退款嘅。向你推荐，几好用噶。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睇见我呢个后边呢个背景咧，你见得到就有一个绿豆嘅产品，让彼此看见。咁大家都知道咧，就我啊中意睇绿豆嘅，我咪成日都喺度推介绿豆嘅一啲即系节目嘅。咁我相信你都系中意睇噶啦。咁佢哋而家咧推出呢啲产品出嚟吓，个主题就叫做让彼此看见，有啲系月历啦，后边呢个系月历嚟噶。亦都有啲紀念品，譬如呢一個咧係一個即係明信片嚟嘅，咁啊專子畫嘅，咁佢都好出名，香港好出名嘅漫畫家、插畫家畫，咁呢個就大家睇得明啦嚇，即係喺遙遠嘅地方，大家都可以唔單止讓彼此看見啦，直情係可以讓彼此見面添啦，咁樣呢個明信片，咁仲有呢個咧就係一啲心意卡啊，咁呢個我都係好有趣嘅，一個貓頭鷹咁就拎住個杯，個杯就有條線。咁我哋小朋友嘅時候玩大家通訊嘅一個方式咁樣，咁亦都顯示到我哋離散嘅咧嗰種心意啊，即係掛住遠方嘅朋友，咁呢個心意卡咁，咁咧就我喺度推薦俾大家上佢哋個網，咁其實我嗰啲資料咧已經擺咗喺我下低個說明 description 嗰度噶啦，咁你撳落去咧就可以睇得到。呢啲唔係淨係話好得意喎啲產品啊咁樣，買咗咧個意義咧就係繼續支持綠豆，等佢可以咧，即係可以營運落去啊！呢個好重要。佢哋而家就越嚟推出越嚟越多新嘅節目，就除咗呢個兩邊走走啊，寄香港人之外咧，仲有好多一啲對談嘅節目啊。咁我覺得都係好好睇嘅。我喺度誠意向大家推薦綠豆呢啲新產品。咁啊，呢一節咧，我就想講嚟緊嘅施政報告咧，其中一個喺主流傳媒裏邊出得好行嘅，就話李家超咧。會在施政報告裏面提咧，要將香港打造成一個叫做國際高等教育樞紐。全部啲字我都明嘅，拼埋一齊咧，我就唔知佢講乜嘢啦，點樣樣樞紐法咧，扭唔扭得掂咧？咁樣點可以做高等教育嘅樞紐咧？今時今日嘅香港啊，一間詳細分析。不過咧，就最新嘅一個新聞咧，就係講緊同教育有關，都係高等教育有關嘅。咁大家知道咧，就唔少香港人咧即係喺我個年代已經開始，或者我嘅之前個年代已經開始噶啦。考完呢個中學會考之後咧，就喺香港即係可能成績即係可能一般入唔到本地嘅大學啦，又或者佢哋心儀咧覺得咧應該出去留學啦咁樣，咁咧就去台灣讀書嘅嚇，唔少人即係香港嘅，我有啲同學都係去台灣讀書，佢成就非常之好噶，佢哋後來發展又做咗醫生啊，咁即係留低喺台灣即係呢個工作啊咁樣，咁唔少係僑生啦，即係台灣就叫做僑生啦，港澳嘅僑生，咁佢哋咧喺香港會每年都會做一個高等教育嘅展覽嘅。咁今年咧就遇到一啲好奇怪嘅阻滯係咩咧？咁樣咁大家知道咧，就台灣有好多嘅大學啦，都係公立大學嚟嘅。所謂公立大學即係政府資助噶嚇。咁佢啲公立大學咧，佢唔單止係呢個大學啊，小學、中學都係噶。如果係公立大學咧，有時會好多都會咧係冠以國立兩個字嘅嚇，國立嚇。譬如國立台灣大學啊，即係咁樣嚇，國立政治大學啊咁樣。咁冠以國立兩個字，即係話係政府即係辦㗎啦，咁不嬲都係咁樣嘅用呢、這個。咁但係咧，就今年呢個展覽咧2003年香港台灣教育展咧本來係有50間台灣嘅公立大學參加嘅，不過香港政府咧就要審查個名，要人改名啊，要人間大學啊，你大學可能即係數十年甚至更長嘅歷史嘅，要人改名。
刪除國立兩個字，唔能夠顯示國立兩個字。OK， 咁啊，台灣嘅媒體報導咧就話呢個咧係由台灣嘅陸委會同埋教育部辦嘅教育展，收到香港政府方面嘅要求，參加嘅大學唔能夠以國立頭銜參展或者招生。台灣教育部咧話，考慮到國安法實施之後咧，為保障台灣參展人員嘅安全，建議國立大學咧係唔適宜參加，因為你冠以國立兩個字咧，你去到咧可能係違反國家安全、違反宇宙大法嘅。我都諗下都幾得人驚啊！人哋都幾廿年嘅歷史都有國立兩個字，人哋所有嘅文件都有國立兩個字，校徽有國立兩個字，即係所有嘅嘢都會有噶啦。你突然間話喂，對唔住我唔得喎，咁點啊？全部改晒，呢个唔系净系技术上改唔改到嘅问题，呢个系点解要人哋国家即系资助嘅大学要改名咧？咁样咁啊，呢啲公立大学咧，咁喺活动一星期之前咧就唔去啦。咁啊，唯一一间公立大学咧都系呢个台湾政府支持嘅，即系中华民国政府叫做公营嘅大学啦，就系台北市立大学，因为冇国立个名啊，继续参加啫咁样。咁教育部咧就話同陸委會傾過啦，認為咧呢個參展咧嘅大學咧係政府資助嘅有部分，所以參展院校嘅名稱、文宣、招生資料、各校嘅紀念品係咯，係用國立大學嘅名銜全方位咁樣呈現嘅咁呢個主辦單位咧係海外聯合招生會咧，事前向香港方面咧表達立場，維護國家尊嚴。咁啊唔單止咁喎。有啲學校嘅校長喺南投嘅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就回應呢個媒體訪問嘅時候咧，佢話：你高等展覽要審查文件，審查文件因為國立兩個字，所以要審查就產生爭議。咁啊，暨南國際大學咧就話大學冇必要去改文宣或者文案。因此決定改變模式，雖然仍然會派員前往，但係現場不設攤位，改由專人提供香港學生諮詢同埋網上資料。嗱，校長，你唔好以為咁就冇事喎，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國安警察或者去查嘅喎，國安去查國立喎，睇見你有任何一樣嘢，你個校徽見到有國立兩個字咧，最好用塊布遮住佢喎，可能會出事嘅喎。咁所以即係你要搞啲咩國際高等教育，怎麼樞紐呢？我就覺得即係得啖笑啊！連呢兩個字都容不下。咁當然你話啦，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係中國嘅唯一代表。咁所以你用國立呢兩個字呢，喺台灣咧就名不正言不順。中華民國早已經亡咗噶啦，即係你嗰個講法就係咁樣啦。當然係嘛，所以跟足大陸嘅講法。咁但係人哋。點解改人哋個名咧？人哋真係由中華民國，你想人哋叫做咩咧？中華民國有你話人哋亡咗啦，人哋話叫做台灣得唔得啊？咁你又話又唔得，唔能夠搞一中一台，又唔能夠搞兩個中國，係嘛？咁究竟係乜嘢嘢你然後先接受咧？咁總之，即係佢可能就覺得，香港人無需要去台灣留學咧，留低香港唔好咩？係嘛？或者係台灣？根本就唔需要吸，唔應該吸納香港人去啦。你同我做咩同我哋搶客啫？咁樣，我唔係咁嘅意思咧。咁所以喺宇宙大法底下咧，呢啲荒謬嘅嘢就要不停咁樣出現。喂，唔係第一次噶啦。我記得有一個好似係電影啊，電影定係舞台劇啊嘅一個頒獎得咗獎嘅。咁嗰個係應該係編劇嚟噶，一個編劇嚟嘅。咁就畢業於台灣某個國立嘅乜乜大學咁樣。咁喺个长刊嗰度咧，佢得奖嘛，咁梗系要讲佢个背景噶啦。喺个长刊嗰度咧，就将国立两个字删咗去。哇！嗰个得奖人兴个辣鸡啦，梗系喂大佬，我个母校，你帮我改名，有冇搞错啊？咁佢又提出抗议啊，咁啊最后抗议无效。呢啲情况唔系呢啲咁嘅荒谬情况，唔系第一次喺香港出现嘅。你咁样样点样做高等教育枢纽啊？國際喎，仲要係咪嚇？咁就講呢個叫做嚇打造成國際嘅高等教育枢纽咁啊！李家超嘅呢個宏圖大志、宏圖大志啦，咁佢就話咧，而家即係個施政報告未出啦，星期三先出啦，咁啊啲媒體傳咗出嚟啦。但係而家咧就喺呢個香港嘅大專裏邊咧，就收
啊，非本地生咧有個上限嘅，就20%嚇。咁而家已經係貼近個上限嘅，甚至有啲超過噶啦。嚇，根據一啲資料咧嚇，統計嘅資料咧就已經去到咧嚇，每年咧係16,000幾人噶啦，一路咁節節咁上升噶啦。咁而家要增加嚇，增加到幾多咧？增加1倍，40%。OK，國際教育樞紐，你香港嘅大學。啊！搞到喺宇宙大法嗰度，搞到今天好似一个，我认为啊，同嗰个监狱冇乜大分别。你学校里边嘅学生会、学生组织啊，做任何嘅嘢，几乎有好多已经取消咗啦，扫地出门啦，吓唔俾你搞任何嘅学生会、学生组织啦，唔俾呢个即系办公室你啦，唔同你收呢个学生会嘅会费啦。啊，你喺学校里边啊，逢亲有啲咁嘅活动咧，由保安去围住你啦，咁样。嚇帶走你啦，甚至報警處理啦，點樣國際教育輸流啊？點增加40%？咩人先會嚟啊？咁而家咧，其實咧係嚇，即係頭先講嗰個十誒一一誒嗰個數字咧嚇，即係話係16,000幾人咧，唔係全部啊嚇，係講緊啊大陸嘅大學生收嘅人，主要都係大陸嘅大學生嚇。咁而家聞説咧，特區政府話唔得喎。我哋搞呢個國際教育樞紐，高等教育樞紐，唔可以淨係收內地生嚇，唔得嘅嚇。我哋收乜嘢學生啊？咁樣好笑嘅地方，佢話咩咧？係收啊，係收除咗大陸學生之外咧，係收東南亞學生同埋一帶一路嘅學生嚇。OK。咁我即係嗰個媒體嘅報道咧，就話而家非本地生嘅上限咧提高到40%，建議咧八大去支持啦，每年級而家每年級嘅15,000個大學學士資助學額計算咧，提高嘅限額意味住咧非本地生咧係而家最多由3,000人咧倍增到6,000人嚇，而家講緊嚇，即係每一級咁樣計啦咁嚇，咁啊而家咧就話主要係大陸學生為主嘅，咁啊主要大陸學生為主咧，佢覺得唔理想啊！啊，政府啲官員話，因為唔夠國際化，咁於是咧就而家係諗住去收東南嘅學生同埋一帶一路嘅學生。OK 嚇，完善係咯，又啱嘅，因為佢嚇蔡若蓮咧早前就訪問西安啊嘛，絲綢之路大學聯盟論壇啊，香港同埋中亞啊高校合作推進會啊，啊錄取咧就係一帶一路嘅學生，咁咩哈薩克啊、哈薩克斯坦啊咁嗰扎啦，啊嗰扎，我又無意話喂呢啲學生唔得啊咁樣，但係呢個香港嘅呢個教育界咧，其實係都知道噶啦，香港係冇對於呢、這個英美澳紐發達國家嚟講咧，係冇吸引力嘅，冇吸引力嘅。咁佢唯有咧就係收呢類嘅學生啊。咁而家咧就咁嘅。咁佢個宣傳咧就話嚇而家政府統計咧就話2021年、2022年咧連續2個學年嘅內地學生咧係佔非本地學生嘅總額咧70%啦。咁呢個係唔理想嘅。咁於是咧就要向一帶一路同埋東盟嘅國家收生啊，咁就係話同時提醒大學關注非本地學生學額由內地學生壟斷嘅情況啊，呢個講法我覺得相當好笑嘅，70%點解咁多大陸學生嚟咧嚇？點解冇乜歐美學生嚟嘅？大家而家心知肚明啦。你放開叫東南亞嘅學生嚟嚇，叫呢個一帶一路嘅學生嚟。除非佢嚟到，你係全面資助佢，唔使錢嘅，唔使錢讀書嘅，可能對佢有吸引力。你諗下，連大陸學生，大陸學生點解會嚟香港啦？即係絕大部分大陸學生就係去咗英國、去咗美國、去咗其他地方嘅啦。佢其實即係唔係好睇得起香港嘅啦。咁點解要嚟香港呢？好多都係因為可能唔同嘅因素，譬如呢個錢嘅因素啦，即係你屋企個家庭背景嘅因素啦，你個語文水平嘅因素啦，等等咁樣，咁啊嚟香港都係作為一個跳板嘅啫，浸一浸，所謂渡咗一層嚇，咩金都好，咩都好啦，咁然後再飛出去嘅，最後佢嘅歸宿咧嚇都唔係喺香港嘅，都係出邊嘅，同嗰啲什麼高才通都一樣嘅，跳咗出去先嘅。咁你諗下，東南亞學生如果稍微有家底嘅，佢點會喺香港咧？
揾咩人嚟敲香港咧？馬來西亞嚇，呢個印尼、新加坡當然唔會敲啦，點敲你？咁如果係講緊呢個即係一帶一路沿線嗰啲，佢哋覺得係咪因為你搞到一帶一路啊，搞到一鍋粥係嘛？啊，成為好多係即係負債累累嘅國家，佢會覺得啊會嚟香港留學？我諗唔到香港對佢嚟講個吸引力喺邊度啊？尤其是你而家香港嘅大學，香港嘅大學搞到今時今日咁嘅地步，其實長遠發展落去咧，嗰個認受性咧係會受到影響嘅。咁啊東盟國家咧就即係個消息話咧，佢話當局會加強宣傳，俾當地了解喺香港升讀大學嘅優勢。跟住咯，又係咁講喎。視為本港為前往內地市場發展嘅跳板，背靠祖國啊嘛！佢成個所謂國際高等教育樞紐嘅意思即係咁樣，佢都係糖水滾糖漁啊，吸引到啲咩哈薩克啊、咩嗰啲啊、東盟啊嗰啲國家嚟，然後目的係你跳入去裏邊，咁啊跳入去裏邊，你個經濟夠強大啊，然後先得啊，係嘛？咁而家一路跌落去啊嘛，大家唔知道跟住個發展會係點樣嘅，咁人哋計條數。我喺度读4年，系个投资嚟噶，我都唔知你点，我点解会拣你咧？咁样咁跟住佢就话：，而家东南亚国家唔少系华侨嘅后代，懂中文噶，文化背景啊相近啊，会成为大学院校锁定嘅生源目标，即系学生嘅来源啊。咁但系咧就本港嘅院校咧录取非本地生增加咧，宿舍唔够，宿舍唔够咪起宿舍咯，用乜嘢啫？咪摆嚿钱落去咯。请大家注意一样嘢咧，就系呢啲非本地生咧，虽然收嘅学费咧系比香港学生咧系多嘅，系可能系以1倍啊2倍嚟计嘅，但系仍然係遠遠咧係未收回成本嘅，即係收本地嘅學生本地學生係大概可能係3、4萬、4萬蚊1年咁上下啦內呢個非本地生咧就係12萬到14萬咁但係大家請大家記住咧要資助一個大學生讀書咧我哋嘅納税人咧香港納税人要俾20幾萬嘅。咁即系话你收非本地生嘅比例越高咧，香港纳税人要俾嘅钱咧系越多嘅。嗱呢一样嘢咧就系即系佢喺度响应国家嘅号召，配合一带一路呢个中央政府嘅政策收呢个一带一路嘅学生、东盟嘅学生嚟作为一个政治上边嘅外交上边嘅统战嘅需要，但系埋单嘅咧就系香港嘅纳税人。咁但系你而家搞到咁样，你要连呢个台湾嘅国立大学嘅名都要全部要改晒。呢、这个新闻出咗街之后，大家会觉得，你又话大教育还教育，政治还政治嘅，原来唔系噶，原来大学系最大嘅政治嚟噶，系大学就系最大嘅政治嚟噶。我即系同啲朋友聚会，佢喺大学里边教噶，香港嘅大学我唔讲边间啦，我谂间间都系噶啦。想稍為敏感嘅即係嘅內容咧，你要老師要 present，學生又要 present 啊嘛，present 完，睇完整好晒個 PowerPoint，OK，即係睇完一次、兩次、三次冇乜犯禁喎咁樣，咁然後咧就喺課堂上面講晒個 PowerPoint，講晒，照本宣科，讀完一次，唔討論。唔好討論，討論就會出事。拍下屁股就行，你吸收幾多，你知道幾多你自己嘅事。而家教喺大學教書就係一個咁嘅狀態，所以我有啲朋友好多都走咗噶，未退休已經走噶啦，又過咗嚟英國噶啦，揾其他嘅大學去教。喂，你諗下咁嘅環境底下，你同學生關係係乜嘢咧？大家互相提防啦，國際高等教育樞紐。好强有佢嘅强项，有佢嘅强势，可以俾佢跳入大陆。咪就系嗰种大学系咩嚟噶？大学，大学要锻炼人嘅思想噶嘛，系嘛？你课堂咁样去教，教完之后大家冇交流嘅，点样影响到大家嘅思想咧？点喺个里边可以激发多啲火花出嚟，系可以做一个讨论，有啲新鲜嘅 idea 咧，会喺个讨论过程里边去产生咧？冇，
唔可以，因为危险。喺宇宙大法底下，香港会变成国际高等教育枢纽。你唔好玩啦，唔好讲笑啦，超哥系咪啊？倾到呢度，继续支持我，非常继续支持我，心直口快枪路。多谢你收听，再见。